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头城农场的永续生活实验室。我是 Pia， 我目前是农场的驻场艺术家。我们主要是运用农业循环所产生的有机质，把它带到这个场所来，我们做植物疗愈。那我们利用枯枝倒木，我们可以做成很自然生态的这个盆景。还有我们可以用有机质来教大家怎么样做成一个胎育球，做好了放在室内是可以帮我们净化空间。那么我们还在海滩上净滩呢，会找到很多这个玻璃瓶，我们教大家用简单安全快速又很节约的方式切割玻璃瓶，以后可以做成有趣的艺术品，或是我们可以做成铃铛，我们可以做成花器。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用一些废弃的资材来运作，希望我们已经造成地球太大的负担了，那现在把这些被大家遗弃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制造成有趣的小东西，希望大家来这里找我们玩。那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换一些意见，我们可以想象更多无限的可能。